找不着报警。开给你，我们内政部开给你处分的时候，谢谢备注你的那个什么。知道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我知道知道。要你4月11日可以啊 ，OK 啊，出境。我就马上就出，好了，走。来，马上你签你。他今天发好了，谢谢。我们就一起算好了，来来来，你做个笔笔笔掉。嗯。我们五个人，做个笔啊，哎，对了，多少背心，多少背心？这笔怎么用啊？啊，往哪儿签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好，好，哥哥，谁扎？那是这里了，本的，好好好好，签这边再帮我打个勾一下，哎，打个勾一下，签个名字，以江文书啊，以江文书送达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抱歉，抱歉。好，来，那这一你要念一下，好好好，平常从那个处分，谢谢，先拿两份来，一次两份，好好好，就是处分你哦，180年，4月9日持一次，一年多次哦，入境、入出境证来台哦，但在台期间有40足任你有危害国家安全之余的，所以我们依照大陆人民，大陆地区人民来台从事观光活动许可办法第16条第项第一款的规定废止。你的一年多次入出境证，好，然后并限令你4月11日出境。今天几号？11、12。今天12。哦，今天12。马上走，马上走，讲完票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的，哎呀 ，OK 了。知道自己已经被限令出境，然后你没有出境的问题，有没有通知你限令出境？限时出境，原本你没有人通知我，没有人通知你。因为我今天是从玉山上下来。下来后天黑以后，我这个手机在玉山上，这个什么也看不见。下来以后才知道这回事，啊，知道以后我就想赶快走。所以你知道这一次自己是单纯旅游吗？对啊。这有没有受到其他人的邀请？第四次来了，我是。前三次都是因公，忙得玩不成。本来想这次来玩一次，还没玩成。觉得可惜吗？哎，那个缘分，缘分，缘分。离异申请来台观光，并于4月9日入境。确于入境以后，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。本署得知以后，就依照许可办法第16条的规定，废止其入境证，并限令出境，但是昨天11号，李毅并没有出境，本署立刻会同台中市警察局，还有南投县警察局启动查缉，并且在今天凌晨0时35分，在南投竹山的民宿查获李毅，随即我们押到机场来。执行强制出境的行动。另外，是不是也会以后往后也会针对哦，类似相关的一些人士啊，特定的人士从事这样的活动，特别注意。会不会类似有在台湾从事类似相关活动的，我们移民署会特别加强注意他们的一些行动？那是一定，我们会照许可办法来执行。